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在 Ontario 来看 Poti 的一个新盘。那这个盘呢，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，这周六呢，也就是6月13号会全新开盘。那这个盘呢，一共有3栋户型，目前呢已经售出了5栋，非常快，还没开盘之前已经售出了5栋。那这3个户型呢，分别是4到6个卧室，2846尺到3237尺之间。那它的占地呢，平均都是4000尺到5000多尺之间。好，那现在跟我一起参观一下吧。世界在下一秒塌陷，你会想起谁？